合适。好，难怪，很轻啊，你很轻，你轻很轻啊，怎么会这样？很温柔哎，真的，怎么了？那么轻啊？真的，我听说你不能打很重。没有，因为我你知道吗？因为我昨天晚上，你昨天上，我看动力火车的那个整个演唱会，3.5小时被炸到现在。我整个晚上都是他们的歌，中山北路，中山东路走九遍，中山北路，因为我昨天走到中山北路去，不好意思，你知道要拍这一集不简单。我上一次来的时候脚去了，我上次来是脚去了吗？没有，是腰去了。是腰去了，腰去。我今天万一打头去了怎么办？不行，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今天要非常小心来拍这一集。你说你还有什么手段？你就现在拿出来，因为马上要开始拍了。你上次说你腰痛，等一下，等一下。啊，我们再延后一次。然后你腰痛以后奇怪，肚子又饿了，就去吃羊肉炉，好好当当陪你吃，火腿回家。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这些摄影师都没吃，你都没吃。你是没吃，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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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都没吃，就是我，我害的。还有没有什么招式？什么招式？希望你不要这样，因为网友会信以为真。我没有什么招，我全部都是自然而然嘛。自然而然受，自然而然受伤，谁愿意受伤？我问你。但是没有想到吧？经过一个月，没有了。我的腰 OK 了，觉得 OK。今天绝无虚假，一气呵成，柔道魂 ，check it out。恭喜国总，好。可以说这个跟永伟再次见面，还有曾豪学姐，是不是？两位，我们上一次这个羊肉炉这个大餐准备的还可以吧？好，可以对不对？我可以问一下永伟两三句话，因为以你专业的经验，对不对？腰伤的那么重，一个月有可能会好吗？没有谁有说的，真的。我跟你讲，你说有假伤的疑惑，你不要顿呆，你就讲有没有可能？没有，因为我们是运动员，我们还是要持续训练啊。但是因为没有训练，有完全休的状态，也有可能是 OK 的。对。所以今天我要跟两位，一方面就是学习柔道，但是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天就能够成就。不过今天听说这个永伟老师的老师也来到现场，师祖祖师爷，我们的刘老师也来到现场，欢迎刘教练。好，刘老师，刘老师其实这个研习柔道多年，13岁就开始学，那像杨永伟这位选手，您是怎么样子发掘他？选手的话，我们在选材的过程是会在比赛当中来发现。比赛的时候，时间到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旁边指导他，或者是偷给他讲说：“他那边比较弱，会不会在旁边给他一些 hint？ 我们都会直接讲中文，因为他们听不懂。其实旁边 hint 是可以。我们比赛的时候，裁判会在中场的时候到场外，他会叫他回来，然后喊暂停，就是 Mate，真的会讲 Mate， 这是世界语，那术语，柔道术语完全都是用日语。Mate 呢 ？Mate 不一样 ，Mate。那我在柔道场上，我可不可以跑给人家追？不可以。这个裁判就会判你叫做消极。比赛的话是要两个人接触的，这个运动是要两个人一起接触的。就比方说犯规，我自己知道说我可能领先他一分，我这边突然吸干，这个不行，也不行。裁判会判，教练帮你稍等一下，你们会过来。怎么样？有我有气。我能体谅你那种怕被摔死的心情，所以聊了一个多小时。但我想说，今天国手人都来了，你今天想说我拖延时间。我是想说，更了解一下我运动的蛮多大，好大！你蛮力气用在访谈，这样子我还能帅吗？可以吗？我跟你讲，你要有信心啊！可以吗？教练，国总说台哥没问题。教练，你看台哥没问题，我看你这样子有问题吧？那个我们在70-80岁都可以来学，可以吗？对，从护身搭滑，好好的学习，这样子。那今天就谢谢教练，希望教练继续为我们国家训练。更多优秀的选手为国争光，谢谢教练。不是吗？这样讲起来的话，应该老师算是一个很严格的教练。没有，其实老师算是一个蛮，他是会信任我们去做这些。那老师其实平常怎么指点呢？我叫指点接受呗。就是他会从对，就是从训练中看我们的状态，我们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些建议。
哦，这样子的，其实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决胜的时候，最主要就是为了到底要比谁混到底，你要放饭。你今天讲这种话，我们努力的做节目访谈，这样不行吗？这样子不行吗？不行吗？好，给看，我是护身搞法，可以了。不是，现在要请老师带我们热身一下。开始。对对对对，没错，做得很好。三、二、一，换动作。对对对对对，侧边步。来拍好，脚抬高一点，脚抬高一点。加油加油！一，抬高跳。三、二、一，重复动作，一样，回到重复动作。对。我这裤子为什么那么长？我裤子又往下掉。要绑紧一点。对对对，快！然后你看他的动作，他从来都没有对过这样子。还在舞蹈。一，抬腿跑。真美丽的。最后一个动作开始跳，三、二、一。最后三秒，三、二、一，停。请问做深究累了是正常吗？正常，正常，正常，正常的。有喘到吗？没问题，没问题啊，我暖身 OK 了。极深什么刀法？护身刀。护身刀法。我们柔道护身刀法，它是有先从坐姿刀法、蹲姿刀法、坐姿蹲姿，再就是立姿刀法。立姿刀法。对，然后最后才会进阶成全前回转刀法。前回转刀法。转转一圈吗？就是类似前滚翻的方式。哦，前滚翻啊。我们就先从坐下吗？对，坐姿刀法开始。好，来坐。然后手放在前面，等一下会听口令，喊一的时候就是倒下去。双手要拍地板，每一个动作千万要记得，头都不可以去碰到地板，下巴都要收紧，看着你的肚子。喊一的时候就是双手，二的时候左手，三的时候右手。老师，我问题，一定要拍这么大力吗？不一定。老师，这个是会用在变成反应之后，我们被摔，你真的会拍一下。会去化解那个，去缓冲那个冲击力力量，对，所以这是必要的动作。对对对，预备，一，脚要抬起来，然后用肚子的力量，要看肚脐，哦，再回来，哦，这样子的，对，一，好，这样吗？这样子，二，右手，三，三三好。一、二、三。我刚错误吗？二的时候，你的脚会有一只脚抬。对对对对，一只手是不？啊，对啊，为什么我会有一只手？哎，对啊，它很好啊。老师，你做得很好，老师。可以的，先坐下，我先坐这里。我们再试一试，然后换蹲姿。一，五，二，三，耶！啊，就是一个协调动作，对不对？一个协调。下一个动作，蹲姿倒法。蹲倒法，嗨！用的肚子力量、核心力量又要更多一点。好，一的时候先从蹲、坐。回来，回，可以，你要记得头不可以跨度，知道？一，坐，回来，要回到，要回到蹲姿，对，哎，举手举手，再一个再一个，对，坐，坐，好，好，再蹲起来，还要再蹲起来，对对对，这是连续动作，这是一，好，这是一，二，好，还有三，好，坐，好。回来，起不来，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是因为你倒之后，
力量起不来，所以你要利用你的手带动你的身体。容易找东西，容易带动。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洋洋的，他行的话我比较行。你会不会踢到你？他行。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摔好像很简单，没有，这是蛮累的，因为你其实要一直 hold 住，核心要用，对对，要很用力。这跟上健身房差不多，我也开始流汗。蹲起来是最难的，大力，好，一，对，对，完美，我就用这一卡。好，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可以稍微休息。蹲，坐，倒，还要再起来，对，老师你再一次我看一下，蹲，蹲，坐，坐。简简单单吧，简单的要死，老师弄的。好了，就是老师去比赛了，一直都在这。看，前会长的难度，请问几颗星？请问今天学得了吗？学得了。真的吗？可以成功吗？可以，一定可以，真的可以。你会前滚翻吗？可是我不会前滚翻。请问这样有机会练成吗？可以。好啊好，今天就靠学姐。就是从这里。突然就有个掌控，你知道吗？哎，杨，我看一下你身体，来看一下。蹲的，蹲的，蹲的，好蹲的。哎，又起来了，不好意思。我看你可不可以？我现在要练前滚翻的。练前滚，好，那你先去练前滚翻，好不好？我看一下我就放心了，好不好？好的，好的，好的。怕他不会，我跟他讲一下，对他练的还不错，还可以。啊？不知道。那这种会有问题吗？信不信？就是随时要防御对方攻击，不要怕。这个过不去。怎么可能过？讲什么屁话？怎么过不去啊？事无难易，为情而已，勤劳嘛。哦。有讲对了，可不可以啊？啊？好像还行。行不行啊？有点困难。看一下，你看一下，看看。你知道前会长对不对？对。手刀嘛，小心手要就会折到。我刚刚是不是也是练的？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嘛。一模一样，对。那我示范给你看一下，那这样子是吧？一、一、二、三、三、三，手刀。四、好。一模一样。哦哦。真的有一样吗？我跟你讲，我随时现在混搭。刚刚郭总教的东西，我只有混搭。我突然就会了。刚刚那一下真的有试到你，真的有试到你，有试到你。
我怎么在叫呢？我在，你有在呼弄？是不是有在呼弄？没有没有，你手没怪，是不是有在呼弄？前尾巴来一个，前尾巴来一个。我说你很像驯兽师，你干嘛叫我？前尾巴来一个。前尾巴来一个。前尾巴来一个。啊是。哎，前尾巴来一个。啊，前尾巴来一个。哎，哎，哎，哎。好，给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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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亲父老，给钱给钱。护身导法还有没学到的？还有吗？大部分就这样，但是还有一个进阶的方式，翻滚完之后那就站起来，对，就会变成像这样子。哦，这么帅！帅，我靠！哇！我说你再来一个，这太帅了！你要拍死肉，你要拍死肉，先不管他哥。其实我问一个外行人的问题，不会痛，对不对？这跟打算是一样的道理吗？意思是说声音很大，这是一样吗？你会好奇吗？我不好奇。你好奇吗？我好像。我是杨贤跟曾豪是。哦，我是哦，曾豪跟杨贤是不是？看看。这里就可以吗？我会摔到哪个吗？来，你摔到我身上不要。这就可以了。好。啊！有点浪漫。好好放松，这是我。好好好，等一下，等一下。OK。哦，一点不痛。六块。六块多少？好。这是跳探。哎，我又反了。完全不会痛，不会痛，可以再摔，蛮好玩的。真的吗？好了，老师，我们来，我们来，那你这样直接到。哦。我相信。哇！哎，我觉得柔道是一个温柔的，那因为要保护，对，保护你，是一个温柔的道。好多，对的。最后一次，然后最后一次，突然很想被打。想被学姐摔。因为你觉得以初学者来讲，到目前为止瘦身这个地方还可以吗？嗯，还算可以的。那今天到这边也告一段落。是，腰的部分还可以吗？可以，多摔几次之后，它就越做越好。可以、哦，通过了。觉得我们可以往下一步迈进吗？下一个训练可以。下一个新项目是？听说要用假人来练习。这个我不怕，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打木人桩。你小时候打木人桩？对啊。什么武将？你小时候跟木人桩打麻将，太自闭了吧？那我们就准备进到下一个阶段了。OK， check it out。嗨，我这要摔假人。对。我靠，这假人，这假人不是普通人哎，这个大概有，我看，所以这个假人一百公斤哦，三四十，才三四十而已，三四十，很重哎。我就抬成这样了，我还走什么道？这就是如果温妮喝醉了，我们大家回家。啊，温妮，温妮，你为什么喝醉？温妮，他是应该看不到。我是那个重点。那你是不是最重？他大概30公斤。不是，做动作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取位、收脚、转身、摔倒的分解动作。取位，一、二，收脚，三，转身，四，摔倒。固定住了。所有的动作，你膝盖都是要弯曲的。弯曲的，因为你弯曲，你才会有力量把它抬起来。取位，收脚，收脚，转身，好。然后你要摔倒的时候要把它有点扛起来的感觉。对对对，顺势扛起来。有一个醒，对。但如果你没有陪好的话，自己的脚会去站不稳，对不对？站不稳。
人其实也会比较轻一点。哦，人反而会感觉轻一点，他不会有一些就是人有的反应，然后他就是直直的。哦，所以反而这个其实是比较难摔起来也会比较重，然后比较不好。起来，好，怎么觉得这样子有摔到吗？好像没有哎。你准备好了吗？开始摔你。三。五。二。三。旁边有鼓励性掌声，让我觉得很有动力。我可以叫来帮忙搬吗？哈哈。出位。再一次，好，看到没有？被我摔断！哇塞！哇哇！要赔啊赔啊！听我解释，你没有解释，你听我解释，不要讲风凉话。听我解释，我说工作人员陪着台哥，他那个袋子如果松了，就把他绑好，要赔，陪着台哥要赔要赔。不要再让我分神，我这已经够困难了，我还要盯着你，有没有在看？还有训练是不是？啊，假的，我们先到这边，不然你这里就会全部用完体力了。今天的工商时间，这个魔术而已，你在拽什么啊？变魔术的不是我，是福禄把牛奶变多了啊？为什么？台湾有 86.4% 以上的学童乳品摄取不足，尤其偏乡地区乳品摄取更是不容易。家格福乐关心偏乡孩童的缺钙以及营养问题，发起以爱灌溉公益活动计划，号召民众一起串联爱心，关怀偏乡孩童。即日起买两瓶福乐一番鲜鲜乳，以爱灌溉限定包装，家格福乐便会捐出一瓶福乐保酒乳，为偏乡孩童补充优质乳钙，分享喝牛奶的幸福。快去购买！感谢福乐一番鲜，大家一起做公益。好了，是现在呢是柔道的攀岩比赛，等一下呢我们就是怎样
最快的速度爬上来，点到以后，唰，爽，回到原点，这样就算赢。你看，它是这样上去的，这样抓上去。不会是来？不是，没有，因为以前我曾经练过。你练过？我练过啊，但是我不会，可以吧？练过跟不会，它是两件事情。就是学了但没学会，对，一样的道理。对，我问学而不会，哦，就是这是一个训练，每个人都要学到会。也不是他，但就他最主要的训练就是在训练我们抓握的力气，因为我们对，因为我们在比赛过程，我们会抓握到对方出力要僵持住，那我们就是要训练那种抓握的力量。你示范一下，好，示范一下一个简单的，你认为最轻松的方式。老师，如果说现在不用脚可以上得去吗？对，就是只能用手，只能用手。真的假的？对。我他真的没有脚。哇！哇塞！我刚刚在看老师这样上去之后，我自己已经到了那个境界。真的。学姐，我可以看你示范一下。学姐厉害。学姐不要用脚。有机会吗？可以啊。也可以。这也可以。哇靠！好扯哦，太夸张了啦！太扯了！我靠，学姐，你叫你是叫我？他在上面看着你笑一下，然后你叫我情何以堪？你如果没有叫我下来，我可以就在上面不要下来，就可以拉近你。想办法干嘛？你有办法这样子拉到上面之后，跳到另外一个这样抓住这样，然后从那边给你讲。是，如果要加强难度的话，就是上去下来不能下，直接再上去再下来。什么意思？就是连续爬的意思。一趟就好。哦，好厉害！傻眼。要练成这样，要练多久才能爬到这上面？是你跟手来技术够的话，其实是加上如果你用脚的话，其实是可以上去吗？所以为什么刚刚国总顶住吗？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就上去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太强了吧！我真的上不去，太哥。哦！但是如果要再减轻难度，跟也不用上去，他可以就类似像引体向上的方式去做训练。我刚刚已经用尽了我这一生的力气。那你不要勉强，我就试试看，你可以抓起来。我跟你讲，人家如果现在上去，节目就很危险。太可怕！你应该再玩两个月，说有这个东西，我练两个月，我今天一定上去，好不好？两个月，我一定上去。不。这样啊，这一项是听就像给我们开眼睛的基本功，但我们不是选手。对，我刚刚也掉上去了，我脚有离地耶。对啊，我刚刚也有离地，应该可以了吧？没有吧？我有离地耶，我没有，你两个脚这样有离地吗？有，我们请看画面。啊，希望你今后那个加强自我锻炼，说不定有一天可以给学长看到你骄傲的成果。再去继续回到技术的源头上，可以吧？好不好？因为我刚刚看到有一个算是英雄榜吧，然后英雄榜上面有一些术语不太懂，我想问一下学长是什么？可以先问他吗？不用，我先问一下。梦泽，看梦泽试一下，快点，快点，梦泽，代表我们全体，代表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上来点。哇，没话说，可以，没话说，果然是我的嫡传弟子啊，可以，厉害，没话说，算是完成了我的心愿，手断了，断了。好，那想请问一下老师，为什么现在又多一位我们的学长来教学？他要来就是给你练习动作，是吗？对，对我摔他，不好意思。快点，慢慢跑。一、二、
吹倒。可能无论如何不能把人抛出去。OK， 手放掉，就是要把它。老师，你先不用摔，我先看看那个位置。对，抓后面。二，收脚。收脚。三，转身。对，转身的同时，顶到它。对对。很难呢，很难很难。尽量摇摇，要贴到它。一、二、三的时候就可以贴住。眼睛尽量看着你的。对，慢慢来就会越来越顺，越来越顺，它的脚就会整个离开地面。现在呢，要来学学姐的那个得意技丢皮。丢皮真的初学者可以学得会吗？因为丢下是手指，所以只要你要把对手的重心控制出来的话，其实摔丢皮摔起来会非常非常轻。现在是要请那个学长传授我们关于请技。其实请技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尤其是睡前的一些技术是特别重要的，所以现在教的是请技。所以是，就那柔道里面真正的请技的定义是什么？替我们讲解。柔道其实它有分站立跟请技，就是除了摔技以外，它其实是有一些地板的动作。那地板动作请技有分为三种，就是勒紧关节跟压制。压制的话，十秒就有半胜的分数。压到二十秒就是一蹦一胜，就是比赛结束。一蹦就结束了。对，就是你压着它，读秒二十秒就一蹦就结束。它请技发动的那种情境是说，双方都在地面上，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就可以去做请技。哦，学长示范一下。来。你叫谁还动得了？对呀、啊，请问这样要怎么挣脱？他怎么挣脱？聊一下啊，怎么挣脱？怎么挣？你这样子怎么弄？我就有些柔软度很好，跟身体力量很大的，他其实可以用他的身体的力量把它翻起来。哦，真的还 OK， 还可以吗？对方如果知道我的体技是优势的话，他就不会让我进入到这样子的状况。他可以选吗？他可以。脱掉，然后站起来，裁判就喊暂停，就会回来。这个防御是成立的，他有很大的几率可以脱开。对对对。哎、欸，你这样子这样讲话，会不会把你的秘籍讲出去？
像不是。因为全球已经大概五六亿人看过他。五六亿人吗？我就怕密集讲出去。算是。所以我根本没有办法跟他这样，比方说我们两个在对练，这样比方说，比方说我跟学长这样对练，请记这样，我是不是就哦一哦一就去了？你只要一觉得感觉快去了，就要立刻那个。可是我怕他弄。我喊手还来，你看他速度太快，我可能要喊，哎，我去嘞，手可能不会动。照正常训练的情况下，我们大家可以知道什么样的程度会弄对他的手，什么样的程度不会，对不对？对，就是选手他自己会有感觉，关节的话，其实到一个角度，他其实自然就会投降。就说，通常被角度被拉长，这样子正常来说90%应该是要。因为通常你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其实就会拉住他自己的手。那你这个时候，你会不会用手去抓他的手，叫他把他带？一定啊，我一定会用其他的方式让这只手解脱。然后把它变成这样。对，变成这样。这个时候他要马上拍，他都不拍，他手就断掉。他为了运动家精神，他就是一条汉子，他死不拍，你也只能把他弄断，对不对？为了尊重他，因为他不撤啊。对啊，因为我只要赢的选手。他也不投降，然后裁判看实在不行了。起来，可以这样吗？不行，他如果不投降，他的手可能就断掉，或者是他的角度可以很好，所以你怎么关节到他都关不到，然后裁判就觉得，他没有想要投降意思，他喊暂停。如果他可以继续比赛，他就勒紧有很多种，例如可能对方下去抓在这个位置上面，就是讲让他没办法动，这边的气管会被压住。所以他会没有办法。这样他怎么拍啊？他人都挂了，还拍好久好久。这个状态太恐怖了。我还没有勒，我还没有勒啦。你先怎么勒？怎么勒？怎么勒？你先怎么勒？就是手腕这样子。天哪！靠近。那你怎么拍？怎么拍？像刚刚那样就拍了。OK。这样就是输了。裁判就喊一，就不用比了。对，裁判就喊一爆。对，比赛就结束。我倒是有点好奇，因为你可以为我们示范一下说怎么挣脱起劲，因为我们外行人这样看觉得没有挣脱的可能。他一般挣脱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样子？你可以看，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对，看起来逃不了，完全空，看起来逃不了，绝对逃不了。好，老师你怎么逃？这只手要先抽出来，要抽出来的话，你的身体就要侧身，然后变成这时候有空间出来的话，它就会往前。我一定会想要把它压回去，所以我会重心一定会这样子压。对，顺着它的是抱着，抱着。这时候就可以做一个桥式，把它顶过来。桥式是不是？对。桥式。这样就变成换他压制我，换他抱着他不行。瞬间。这个不行啊！我讲，这个真的只能看老师示范。这个我只能照那摔那个人偶，其他都不行的。我跟你讲，我同意啊，这个只要开个眼界就好。那这样好不好？你躺在地上，老师不用力，让你体验一下被起劲的人是什么感觉。我在怎么弄？要躺着。拿手。哇！迪士尼，迪士尼。我只能拍自己的头。再一个，老师你再一次，我看你试着擒住，我看我怎么挣脱，好，好不好？我那个什么。等一下，我想想，这有个桥式，对不对？桥式。哦。有，再一次。转了一圈呢，对，不是，可是刚才问什么？学长为什么转一圈他就可以出得来？他是从哪里出来的？翻起来之后你要守住，好，这样要到位置这个姿势，对，哦，这样子我才按得过去。现在学长要怎么样再反制你回来？他只能让头抽出来，但是这个时候我会尽量的让我的脚不要。不要离开。对，我要做变化的动作，所以我一定会做其他的压制动作。我很难。谢谢老师。
谢老师讲解，真的。杨，你刚刚看清楚了吗？其实有点太快了。太快吗？好的，怎么样都要试验一遍。我。谁写啊？没事，你要试什么？你趴着。我趴着。趴着。哇！那我就这样，哎，要死，你还继续趴着，我才能攻击你。啊，你说要这样子。不要这样抓，你要抓好。啊，抓好。没问题啊，你可以。其实那个柔道场上没有男女选手一起比赛是什么？既然没有，那就没办法。好，然后你跟徐女士这样，不能讲。哦，徐女士在乎你。你刚会有点不好意思。没有，我抓到他的头。他已经死了，裁判没发现，你也没发现，他已经往死了。怎么样？是不是不行？不行，完全不行。没有办法挣脱。没有办法是吗？请记无法挣脱怎么办？人参精麦卢卡蜂蜜口味，添加麦卢卡蜂蜜，单糖好吸收，人参加蜂蜜，快速补充能量，增强体力。你说，更好的人生，更好的老先生，更好的人生，更好的老学生。OK， 这个时候，你如果喝得下去，一定很补的哦。你老真的很补哦。OK。有练柔道的人跟完全没有练习的人，哇，真差蛮多。差很多。就在柏油路上被请记一下，应该就去。最主要他也不是被请记，他是被柏油路烫死。对，等一下锻炼完，然后就一个小验收，今天就差不多了。算是第一堂这个杨文老师的柔道课。一堂就已经去了。太够了。太够。对，不要了是吗 ？Check it out。刚刚两个朋友提醒我，都不知道。柔道选手的耳朵都会因为长时间的练习，这边会有传说中的柔道耳，是吗？被磨掉的，嗯，就是可能因为撞击啊跟摩擦，它就会变形。比如说有坏人从另外一面说，哎、欸，我说干嘛？我看旁边没事，没事。我觉得你很蛮帅的，汉少很好。我跟你讲，我们做像这个运动，绝对不可能是一触可及，不可能。但是我已经尽我所能的，在一天当中，我尽量的去体会，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就要进入这个对战的这个阶段，实战。今天出战的选手是曾豪选手，曾豪选手跟他的陪练员，陪练员，我们就要看他们示范比赛，然后我会一边解释，一边解释。哦，我懂了，现在等于是实况转播，你是赛评，然后我们两个旁边就说，哦，是啊，是，有问题。但他们就正式比赛喽。没有说什么让来让去，没有的，完整的四分钟对战开始。预备。对。那现在接下来这个戏就是在接手抢手，接手在抢手，对，两个在互相抓握，去抓握。哦。对，马上就是接触到情技的地方。哦，然后他要挣脱，对不对？下次，再挑战，夹到脚，挣脱，成功。那现在正好，他就是要做一些变化。那现在又反起来，小鹏现在又在防身，状态。就重新再回来有没有谁得分？没有，都没有，搞了半天。
或者让他去踢他的腿，对，就是在破坏，破坏的平衡，破坏重心，破坏重心。哦，我靠！我靠！摔到这个，这个得分，这半场对。正好现在做关键，又做不好。那有压制什么？没有，没有，没有，还是没有。对，一直在工作，现在还正在进行。但是他现在也有半胜，半对，他有半胜，有半胜，也有半胜。得分的方式就要看对方着地的，就是背部着地的面积，或者是侧面的范围。可以。稍微测到，他这样就算到半身，所以这样是一生就获胜了，对不对？外行人真的看不懂，因为看不懂很快。第一个，因为你直接这样啪一声，这个我们看得到。第二个的胜利是，老师是说在什么地方的胜利？正好他是做了一个大内侧动作，然后小童他要翻，他就是想要翻到正面，但是他没有整个翻到正面成功，侧边倒地了。对 对，他就是有碰到一样算半胜，这样算半胜，对对对，两个半胜合为一胜，一胜就是赢，一胜就是比赛结束。哇，我们还妄想说你来练一下对练，但是其实我跟央是可以对练。我看你今天喊了一天，不如就是因为我们要排除掉说什么都不要讲，去想它，只想运动家精神，就是运动家的精神，是这个意思。你今天在学柔道，好不好？学长觉得可以试一试试看吗？学长觉得可以，可以试试看，可以体验看，体验看。吉米，阿德，石头，石头，两个要。动找我，主动找我，要积极，不可以消极。阿基美，没事。做得不错吧？一蹦哎，一次结束。我们以为要跳探戈，不跳探戈，不跳，我不跳，因为我不想学《逃学威龙》《逃学威龙二》，先给你看一下片段，等下你跟央可以玩这个。对，好，我现在这样子，我在这边让你摔我一次。对啊，因为我刚刚摔了。不用。可是我刚刚这样不好意思，这样。不，因为把你摔摔坏。没有，很好。对，没问题。虽然说请教没有学到的，但前面历届啊什么的，学长是帮你打一些基础。那做一个简单的测验。今天也就只能做到这样。对啊，我本来想说让你，比如说摔十个，对，给学长看，然后学长看说，这个姿势蛮标准，就让你过。你看我们这个吧。可以啊。那我们就带他来测验。哎。来，谢谢。想不到还有第二发工商时间。今天又是很开心的一个下午，跟玛利亚桑要一起来吃一些好东西。先看一下 ，Fish Together Group 享宾餐旅事业。像这么大一个集团，让我觉得很震惊的是，比如像开饭好，其实他每间分店的水准是非常接近。他们既可以把它复制，又可以把它味道保存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品质。我们今天就来体验它这个企业里面技术最核心、最秘密的这一款。Check it out。哎，这个我太想不到了，蘸的又入味又绵密，还很软。哦，它这里面完全都自动化，该切几份、几公分、几片、几公分，
哇，这个排骨很好的排骨，这是我们的霸王骨。像我们这个水也不是一般的，也是过滤水。现在我们就来说纸排，这已经腌两小时了。在这个风味口味，等一下我们如果打板好，给排哥带一份去给研发组组试煮。了解了解。不过你觉得有信心吗？我对台哥蛮有信心的。真的吗？所以我等一下会刷刷刷，然后把你翻过去。我看他讲干什么？他知道。看你点头如捣蒜。我觉得可以，但是台哥应该掌握他的重心。他重心就刚浮动。对对对，有这个。如果你跟你说重心的话，坐起没有起坐起。满天，满天。太重了。哈哈哈哈哈。重い。頑張って。太重了，哎，怎么越来越高大？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好摔，因为它比较高，所以会比较好摔。你过来一下，你过来一下，你过来一下，你鞠个躬过来一下。左手就可以，就是，左手不能这样。对对对对对，那就是犯规了，对不对？对。先打电话到台中荣总去一下。王医师可能今天在那边看诊，是选手提醒之后他才修正。他说这玩意后面这两个你觉得还可以？我觉得还可以，但是一样是重心一定要站好，才可以保护到对手。是不是应该要接受主考官的提点之后给他补考给两位？需要，需要。嗯，我觉得需要。我请一个比较轻的，这个跟他有轻吗？两个，他一点都不轻，就是吗？又过了，又过了。好像有比较，有比较，有比较。嗨，我是 S。鞠躬，鞠躬，鞠躬。那个经过大会审议、主审审议之后，结果先予以保留。等一下，泱泱做完之后，会后会一并发布。你先稍等一下。刚刚的心情，他有点可爱，我也想要抱他。没事没事，先抱一个。高的人摔比自己低的人是有优势还是其实劣势？比较辛苦一点，要蹲比较低一点。你平常先讲他是比台哥好。应该可以给他过。可以啊，因为其实跟刚刚练习的时候做起来，甚至比练习的时候做的还要更好。我请教原委，因为我是外行的，我不懂。我刚看，乍看之下好像比台哥好，怎么怎么？我也觉得，但是台哥有摔到八个人，我觉得真的是既有练习到，也有进步到，对对对。那等一下我们就请中委代表发布说两个人的统。两位现在应该很关心自己考试的成绩。我不得不说，永伟跟邓正豪都算是蛮严。摒弃一些世俗的考量，摒弃了。比方说，你先讲一下，摒除了我一些什么世俗的考量？摒除你是地方士绅，摒除你是全国知名，
我是因为你是长辈，长辈都财产多少都全部摒除，财产多少也摒除，给出一个很诚恳、很诚恳，完全不考量任何这种枷锁的答案都没有。那我就请学长发布说你们两位有没有过？请问台哥在严格的标准下，台哥有过吗？通过。那像泱泱的话，请老师也评断。想听学姐夸奖两句。通过，而且就是第一项其实跟练习做的是一样，那第二项因为可能对手身高是跟差不多，所以做起来非常的顺畅，甚至比练习做的还要漂亮。谢谢学姐。谢谢。好，今天在这边快乐 Happy Ending 就在这边，算是一日柔道成功了，算成功。但在这之前呢，是照惯例，机会难得嘛，是让你跟世界第一的永伟做一个比赛，正常比赛四分钟嘛，对，在四分钟之内，只要你没死就算你赢，这样子。柔道对不对？你说学到会摔别人，我觉得真的太难了。所以等一下，永伟跟你算是最后的测验，你只要十秒内没有被永伟摔倒，就算你赢，这样好不好？十秒，你就要抓到我，拼了啦！啊，计时开始哦。等一下，嗨，十秒，坐着。我们单元好像叫十秒。加油，台哥！因为你觉得十秒应该可以啊。台哥不能躲哈，要往前，勇往直前啊！还没了，开始了吗？没了，结束了。结束了吗？要不要我让你再凹一次？真的吗？真的。这是要用必杀技。喂。不，你快往前走呗！你不如啊！四秒，一步。我试图，我要去抱他哎，他没有让我抱。那我刚预期是想说你拖到比如说十一秒，然后这样还算蛮好看的。对啊，4.7秒太丢人，不然我们调整一下，因为我跟你讲，世界第一真的不是开玩笑，在他身上做一点限制，好不好？而且他好像没有用什么，他是不是有没有用什么功夫都没有？而且他的手还护住你的背。他还保护我，对，他保护你。鱼也受伤，当然我们加一点，加一点，可以，不可能动不了吧？对啊，加一点有机会。对，有，我们再来一个，刚刚那个不算啊，因为刚刚四秒传出去，台哥也不用做人。我们这一回合呢，把永伟的视觉遮断，他这样看不到台哥。我觉得没有视觉的辅助之下，在十秒内是很难的。看不到哎。扇子给我一下。台哥过去吧，你要不要就这样坐高铁回台北，然后永伟就在这边说台哥，台哥，你要上去啊，不是因为他人家蒙着眼，我不知道他摔倒我上次不武。哦，那如果永伟蒙着眼被你摔出去，对不对？我跟你讲，2024年永伟让你陪他跟他去奥运。摔的时候眼睛要看你的手啊什么的，可是你看不到你也摔得了，凭感觉吗？稍等一下，我跟你讲，你可能差一点，你知道我在抓着他的时候，他不让我抓，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这样，他又把我摔过去。我跟你讲，这跟我们以前各种运动项目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柔道是没有器具，比如说今天羽球拍，我们可以在拍上做文章，好的，桌球拍、桌子拍，然后排球我们可以在地板上。柔道就是人，就是身体跟身体的碰撞比较难弄，所以前两下我跟你讲只是热身，但你不用担心。第三 round 我们一定塞到让你赢，我们在你身上做文章，让他没有办法那么容易摔。不打哦，好，不是。我就不相信这样子永远有办法摔倒你。我觉得不用他推我，他一碰我就倒。你自己倒不算你碰。我现在倒我完全起不来，或者还在。对，发射，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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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小妖，哎，小妖，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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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请问一下，正式比赛里面我们没有摔倒，但他自己倒，我们不算赢，对不对？这种手段是不是我们可以说是平手？因为没有摔到他，然后当他一直倒。有一回哦，我刚跟永伟确认一下，在比赛当中的，如果对方是自己跌倒滑倒的话，那个不算我们的一蹦，对不对？刚刚永伟这样弄，是把你推倒了，但没有摔倒你。我看今天这样好不好？我们就算平手，各退一步就结束这个比赛。这样还可以算各退一步平手。我做了一个面子给你。我现在可以弄成面子。对对对，这笑话吗？好，你在里面 hold 一下。我们现在问一下永伟说，今天这样一整天的表现，然后他最后这么勇敢的跟你挑战了三回合，然后虽然都只是十秒钟，啊，你觉得台哥今天说一日柔道这样，你觉得能算成功吗？大成功。啊。那机会难得，你就在这里面，然后我们大家围着你，然后我们就说一日柔道成功耶，这样子，好不好？好。一日柔道成功，耶，成功！啊！你想哭啊？哭啊！哈哈哈！学长一整天辛苦了，不，刚刚听说你是那个真豪的弟弟，对，所以是学柔道这个是家学渊源嘛，就是爸妈有很鼓励你们这样子，还是说你从小看姐姐摔，你觉得蛮有意思的？诶，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从小比较容易生病，妈妈他们就是想说我直接去练这个运动会不会身体比较好一点。实际上目前看起来感觉好像真的有，对，就是有运动代谢提升有差，对 对以你个人来讲就好了，你觉得柔道的训练跟这么多运动员比起来，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比较辛苦的？比较辛苦的话就是柔道是比较全面性的运动，它很像把所有的运动都结合起来的感觉，所以我们可以解读为是比如说有些运动可能加强肌耐力啊，或者是速度啊，或者什么，可是柔道是一个很平均的运动，它什么都要不错。因为我实在太不懂，我只能讲一个很外行的话，就是说中心希望这个运动在台湾越来越兴盛，可以有一些职业队，让这个环境变得更好，选手间的交流也好，未来国际间的交流可以变得更简单，然后让选手更有经验这样子。谢谢谢谢，感谢辛苦，辛苦了。不，请问你现在还是学生吗？对，我还是学生，大四。那你是从多小接触柔道这个运动？从小学开始？对对对。家人鼓励你参加，还是你自己有兴趣？小学的时候，因为我觉得读书很枯燥，然后想要动一动。真的？对对对对。那有那么多运动，你怎么会选柔道？因为我们小学那边是偏向部落，所以我们专项运动会比较少。在台湾，女生学柔道还是偏少，对不对？跟男生比起来，肯定的是。我觉得都一样哎。哦，真的吗？对对对 对。就是你学习的过程中，你觉得人数是差不多？对对 对。哦，所以有很多爸爸妈妈也很放心，让女生学柔道，一方面可能运动健康，一方面也防身这样。对。那你学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柔道对你来说的好处是什么？我觉得他会让我想法会更成熟一点，就是对对，因为我之前脾气有点暴躁这样子，对对对。所以所有的人都说柔道对陶冶心性有帮助，看来是真的很有帮助，对对对，人会比较沉稳。哦，那对你来讲练柔道，你觉得很辛苦的地方是什么？坚持吧，因为还是要面对社会这样子，然后因为面对到经济的问题。对，然后还有生涯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坚持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内心是很喜欢柔道的，毕竟做到现在一定是喜欢这个运动，也是希望啊国家能够看到这个东西蓬勃起来，可以设计一套系统，让我们的人才可以继续发展下去。感谢，谢谢，谢谢。国手被选进去的话，他们就是有计划，他国家是有他们行程的。然后像永伟现在有黄金计划，然后他的团队也都是有影响。那他那个计划是国家是愿意资助你的团队，对不对？对对，他就是会看看试成绩，然后现在黄金计划在东京奥运前是三级，到现在已经变五级了。五级是什么意思？他就是有规划不同程度的选手，越高越好吗？对对对，就辅助经费更完整。然后他们现在也把整个计划调整成五级，容纳更多关注的选手给他们。那像永伟这样养活自己、养活团队是没问题的。对。然后再同时再加上他比赛，如果有很好的成果的话，还有额外的 bonus。对对对。在台湾来自企业的，比如说形象广告的这种合作，是资源是丰富的。当然柔道方面当然不多啊，因为没有被看到，而是让尤伟成名后。那我们就有开始比较多，就以双击有这样的方式推广柔道的更多了解了解，感谢感谢感谢。
Look. Hard body with the long shotty. The only thing getting sawed off is your body. Black eye, right dude at the wrong party. The only cork getting popped is yours, Poppy. Ante up, oh vigilante up, cause I be getting zannied up and jammied up. It's hotter than Miami. What? I made the block like that. It's the way I like it. Cops and robbers and choppers and mobsters. Excitement. Ha ha ha. Laugh now, cry later. Clap, clap, clap. Clap now, die later. You messing with a real ill pupil, die later. Unscrupulous violator. I go hard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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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d body with the strong cocky disposition. I got a thing for armed robbery and the loose women. I'd rather steal and earn, let you feel a burn. If you concern yourself with preventing that, give me the gap. So I can smoke this mother, leave him with a hopeless mother grieving. I'm nothing if I'm not a heathen, what do you believe in? Tell your God I said hi when I sent you to. I'm coming up, watching you descend to.